书到用时方恨少下一句，书到用时方恨少的下一句是是非经过不知难，这是南宋词人陆游写的一副劝勉联，收录于警世贤文勤奋篇，意思是知识总是在运用时才让人感到太不够了，许多事情如果不亲身经历过就不知道它有多难，启示我们平时应当勤学好问，等到真正用到知识的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地去翻书。此外也要注意从书本上汲取必要的知识，将知识内化于心，做到运用自如，将自身业务素养和业务能力提到相同的重视程度上去。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学习，保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，以便与时俱进，不被社会淘汰。